那没办法，训练就是训练，如果下次训练当中的话你还是我的对手，我照样会赢你。那不好意思，我绝对不会给你这个机会了。你能不能态度好一点？我怎么态度不好了呀？不能，嘿嘿。喝完了。嗯。再热一点。我这没水了。其实呢，把你一个人放在树上啊，我做的是有点欠妥啊，我知道。你要说完全不后悔的话，也不可能。哦，我没听错吧？张能量会后悔啊？那谁叫你就是我九里唯一的一个朋友了？你说这话我怎么不相信？你难道不感觉到自己很荣幸吗？嗯，我这人就是这样，你也知道的。我们班长不待见我，其他人也烦我，我这人只能在你这里吐吐槽，说说心里话。那你那个有没有想过找一下自身的问题？找自身的问题啊？不是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是都是我的错呗？不不不，我就是给你这个建议，你可以爱听不听。不是什么什么叫你建议的？不，你能不能现在就我们两个人？嗯，又没有其他人啊？对呀、你现在也承认是我朋友，能不能站在我的角度帮我去想想问题？你跟我说几句好听的，难道会死吗？我已经很为你着想了，我刚刚没有为你讲话吗？你这叫为我讲话？你刚才讲话的语气跟我们班长差不多，我跟你说。不是行算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那就这样吧，好吧。外面雨好像小了点了，我出去看看。水热好了吗？啊。那边什么情况？雨停了，地质灾害危险增大，还是上报请求救援吧。确认转位，我去统一救援部署。好，走。
会想办法把你们救出去的，别怕啊。喂，师傅，师傅，醒醒，醒醒。过去，转过去，转过去，往后，往后。你们有没有受伤啊？我们不知道医生，大爷，自己我一个大石头。我知道，你们别害怕啊，留在原地不要动，我现在找人来救你们啊。叔叔，会有人来救我们吗？叔叔给你们保证，一定会有人过来救你们的。你们千万不要怕，好吗？就留在原地，看好这个叔叔。
姚能量，姚能量，张亮呢？他应该在上面，我看见上面有信号。走。你脚怎么了？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不小心把脚给扭了。高志强，到，把花王撤回去。有人跟我走。连长，我跟你一起去找。执行命令。走吧。发现一辆小巴车，很可能失联的战士也在那边。你们参与救援的人员已经过去了。可以下个山顶吗？道路塌方，进出口都被堵死，救援车辆和施工车辆根本就没办法过来。马连长已经带了一队人从山口那边绕道前往事发现场，我们正在想办法打通这条通道。壮壮，带我去看看。孩子们别怕啊，解放军叔来救你们。把孩子顺下去，我给你做保障。是。再上来一个。我来。上。大人，我上吧，我比较轻盈，灵活得很。你上什么？你上车的费劲，我来。你不是大雷，又不用我上，别上了。我在等你吗？你。现在呢，叔叔想办法带你们下去，你们不要慌，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队长，去帮张能量。是。今天好。张亮，小心孩子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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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啊！你不行，你这个手，你去处理一下伤口。啊，我们还有我们在。连长，我上来了啊！叔叔来救你了啊！来来来，搂着叔叔，叔叔现在带你下去啊！你听不懂普通话？哎呦，我碰到你的鬼！对，叔叔，快，行，来，你去休息，好好休息休息。哎，来，我烧。来，谁都有，李迅，聂政，在这次意外的营救行动当中，习斌林一排一班，同心协力，配合默契，勇于奉献，措施得当，每个人都表现得非常出色，所以经营单位研究，特给予嘉奖，大家鼓掌。
说什么？我报告班长，我们回来了，徐乐岗交给二连了。把枪放好。他俩都回来了，你还没想明白？你就知道笑，你是没有事，我是好气好气好气啊！真的气，这符合逻辑吗？啊，你觉得符合逻辑吗？啊？什么？班长，你来给评下理好不好？啊，你就说，就从这个法小毛这两天的表现，不管是体能、射击还是障碍，哎，这个人样样都可以赢我的，不讲道理的嘛，这个人啊！你要是有功夫想这个呀，那你还是不累，你应该跑个三公里去。哎呀，好气啊！去吧，去吧，啊，去跑跑。我去跑三公里，我怕是班长这两天把我给盯上喽。班长，什么声音？干啥的呀？怎么排场这么大呢呀？杨俊宇，谁？班长？杨俊宇，九旅特战连的连长。王连长，吕副命令，新兵连教官轮训，你现在到工兵营新兵连。接下来的训练任务由我替你完成，还有15分钟，你可以准备一下。营里之前给过我通知，怎么来这么快啊？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，铃儿响叮当之势，这是我们特战连的作风，你忘了？怎么就突然主官轮训了？连个预备命令都没有。之前旅长过来什么消息都没透露。哇，老马你还是那个德行啊，什么都得提前通知啊。啊，上了战场怎么办？也得提前通知您啊，随机应变。轮训的目的是什么？有什么问题去问旅参谋部，我只服从命令。那通讯连呢？完成既定作训大纲，我负责南兵。还那样？知道了。嘿，干什么呢？干嘛呢？你这是干嘛呢？啊，大包小卷的往哪儿跑啊？主官轮训，你走了，这儿谁负责呀？老杨。啊？啊什么啊？怎么了？他来负责新兵。啊？他是特种兵啊，跟我们这坦克兵有什么联系啊？我觉得是好事啊。不都说合成化改革，合成化改革，啊？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？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所以你要跑。对，不行，老杨来了，我得跑啊！不行，你要走，你带着我一块儿。哎呀，可怜的老你！Thank you.
积极进攻。打仗啊？废什么话，打什么仗？起来，快！快！我鞋呢？快！麻利呢？快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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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金龙，快！来，站上啊！快！快！金龙，快点的！为什么？行了，快！快快快！加油，卡奇！且看，报数：一、二、三、三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起跑了，不错啊，4分56秒，不能给我丢人。新兵连一排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同志，新兵连一排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司令，是。4分56秒，在我的时间观念里面，不应该超过3分钟。你们还有进步的空间。你刚才很不愿意啊。报告，讲。紧急集合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家常便饭，没必要故弄玄虚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张能亮。张能亮，久闻大名啊，新兵连里的风云人物，嘉奖与处分同样的多 ，power 挺强啊。这位首长，还未请教您是……哎，首长可不敢当，特战连连长杨俊宇。我听说过爱沙尼亚特种兵大赛5个单项的冠军。这你都听说过？啊，那都是以前的事了。是，本身就没什么价值。讲一下，我知道你们已经训练了一段时间，明天就要回去了。现在我宣布，任务变更，拉练任务，延迟7天，从现在开始，由我代理你们原来的连长马汉元。在我带你们训练的这段时间里，我要让你们懂得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。给大家一个见面礼，原地俯卧撑。200，预备，开始。没听懂啊？嫌我声音小？200个俯卧撑，现在就开始做，要不然再加100。开始。Yeah.
一排一班，有一个人倒下了，听我口令，一排一班，多加30俯卧撑，开始。对不起，别说对不起，赶紧坐吧。报告！报告！我靠！行啊，我还以为你们这些新兵蛋子，200个俯卧撑都做不了呢。报告，讲。你没必要讽刺我们的身份，我们也是军人，你下命令就可以了。连长，哼，灯都关了吧。牛排长这个提议很好啊。啊，对了 ，This is flight light。下边的科目，我手电照到哪儿，就请你们全体匍匐前进，要全速前进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吧？明白。全体卧倒。咱们旅特战连的连长，那不会轮到我们吧？啊，不会吧？不会，连长说了，这次训练只针对装甲连的新兵。还好，真是万幸。走吧，走吧，回去了。走吧，不管哪事，走吧。Thank you.
东西。休息了。我又不累。哎呀，瞧瞧，都不是铁打的。你要再这么训他们，那我就加入他们了。你怎么训他们，就怎么训我。放心吧。下一个科目特别简单，炊事班帮厨。这一宿都没睡了，那菜做出来能吃吗？吃不了喂猪。发现你小子刀工倒不错，在家做过饭呢。我是不爱做，我要是进你们炊事班的话，你们都得让开。哟，现在的年轻人这口气真不小啊！哦，哎，兄弟们，你快点，梁生，我把你活都给干了，你偷懒去了是吗？哎呦，这怎么那么慢呢？哎呦，不是，这一晚上魔鬼训练搞得我肌肉都抽筋了，我能活着把这米扛进来就不错了。我也不知道那个姓杨的脑子在想什么，不过啊，他可是专门把我们炊事班调过来，又安排你们轮流帮厨的。哎，帮什么厨啊？这有现成的野战食品，真是。你说这个杨俊宇他到底想怎的呀？这累了一宿也不让我们睡觉，跑这儿来生不如死的。真的，我现在我这个小心脏我都要吐了出来了。我这我吃个辣椒我顶一顶，我气死我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具体的我不知道，我只听这个杨连长说过，作为一个兵要有血性啊，要敢打敢杀，但是呢要能静得下来，还要能面对枯燥乏味的任务。什么静啊动啊都什么鬼哟、啊、来，先是来见面礼230个俯卧撑，然后让我们跟着手电筒爬了一个晚上的，现在又让我们来做饭，我这个卡现在都是青铜的。这个杨俊宇未必不是个变态啊！让大家多做那30个俯卧撑，是我内心的痛。小山，想多了啊！以前哦，觉得我们班长就像个魔鬼教官一样，还蛮严厉的哦。但自从这个姓杨的出现以后嘞，我就觉得我们班长像一个慈祥的长辈。我去，你吓到我了！哦，冰淇淋。哎，哎，你们说，是不是因为他们是特种兵，在我们装甲九旅一直被坦克兵压着半头，所以他想报复我们来了？看那个姓杨的眼神啊，我感觉好像跟我们班长之前打过交道。什么眼神？想杀了我的眼神。张同志，你对自己啊还是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班长跟这个杨俊宇还真的挺熟，他们两个刚入伍不久的时候一起参加过维和部队，还到海外执行过任务。哼，